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国会议员董韩鹏，很高兴在这个平台上呢和大家见面。2020年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觉得是一个充满挑战、困难，很多朋友呢对他们来说是充满着离别之苦的一年，但是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性的闪光点，互助友爱啊，在加拿大社区里呢看到很多无名英雄的涌现啊，勇敢地在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家人。在这里呢，对他们致以崇高的谢意。2021年应该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一年。疫苗的推出呢，将刺激着经济的复苏。我相信呢，这新年呢将会充满着很多机会啊，和很多答案。希望大家呢能再接再厉，一起努力。在这里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谢谢大家。祝2021贵州茅台邢家乡味道宅家线上厨艺大赛圆满成功。我们都知道，2020年真的是很不平凡啊！大家都宅在家里已经有8、9个月了。那么我们很高兴的看到，就是这个疫苗的那个成功，现在开始注射疫苗。那么我们真的在这个黑暗的隧道里面看到了曙光。那么我们真正的希望2021年能给我们带来好运气。那么大家都能尽快的，就是有接种疫苗，那回到正常的生活。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做生意的财源滚滚，学生。这个学业有成，然后大家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大家。